从艾滋病毒到埃博拉病毒，为什么最厉害的病毒都出自非洲？在21世纪的现在，传染病仍然是人类主要死亡原因之一，每年造成近1000万人死亡，而整个非洲有一半的死亡是因为传染病。那么，为什么最厉害的病毒都出自非洲？今天就来看看吧。非洲大陆是比较原始的，这个地方生活的人从生活习惯到生活状态再到科技水平都是非常的落后，这里的人生活观念落后，医疗卫生落后，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卫生，而且原始状态的生活水平让当地人对大自然有更多的接触。特殊的环境气候决定了非洲的情况，非洲大陆也是人类科技活动最少的地方，是野生动物最后的乐园栖息地。